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钻石手的节目。然后在今天的内容分享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交流两个事情。那第一个是，就是因为最近呢，我们呃做了一次社区调研嘛，然后调研里面呢，很多朋友跟我们反馈说，呃，希望我们提高一些内容的呃更新频率。呃，当然可能大家也知道，就是像这样的这种相对来讲吧，就是比较重度内容呢，它是。 呃，不太可能每天更新一次的，呃，所以我们有了最近就是大家新看到了就是炼油日报的这样一种呃模式的一样一种栏目吧。然后呢，呃，当然也有社区的朋友跟我们反馈，就是呃，我我们是很感谢大家给我们就是提建议的，但也是为了我们好嘛。然后呢，就有朋友反馈会说。 呃，这样的内容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同时可能会对我们长远的发展有一些影响。但我们是完全接受这种呃建议的。我们在做这个内容的前提呢，也是觉得就是呃我们要提高一个呃更新内容的频率，但是同样又要保持质量。所以呢，我们像这样呃，基本上可能三天左右一更的这种重度视频呢，肯定还是会做。那同时可能为了提高呃内容更新的频次，我们就会想一些相对来讲轻的内容，可能就是大家目前看到的这个。 热门链游的形式，然后我们在社区里面也跟大家说了，就是说啊、呃、这样的形式筛选出来的项目呢，肯定没有经过严格的筛选以及我们可能更多的分析，呃这样的内容呢其实是为了就是应对一些可能，啊、呃，我们觉得可能有一定啊、呃、探讨价值的项目，但是呢它其实风险度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所以也是做一个分享，然后呢大家可以自己去一定要做自己的 research，但然，如果大家对就是我们这样的内容以及可能对未来这样的。 呃，我们发展有什么好的建议的话，欢迎你随时到我们的社区里面给我们反馈。呃，这里呢同步跟大家就是沟通第二个事情，就是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GitHub 的一个呃链接，然后呢，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在这里看到我们呃之前所有的内容。那如果你想就是给我们反馈或者交流的话，你可以在呃社区互动，呃，或者是这里有个链接，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问卷来直接给我们反馈你现在可能希望给我们提的建议。当然你在社区里面直接艾特我们也行，都可以。 然后呢，或者在这个官方账号这里也可以。那同步跟大家讲的第二个事情就是，呃，我们的 Discord 群，因为之前说要开嘛，然后现在已经开通了。然后我们也邀请了一些管理员的朋友进去，帮我们先做了一些基础那种运营。然后呢，这里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就是 Discord 群的一个我们基本一个设置吧。就是呢，在整体来讲，就是红色部分是不建议大家闲聊的。然后呢，在社区公告和官方推送里面，我们会呃发布就是我们跟生潮一起做的一些呃呃官方的一些内容。 然后呢，另外在快讯和深度内容侧呢，希望大家去分享一些可能行业里面的快讯，以及可能你觉得有价值的那种那种信息，然后大家一起学习交流。那这里面呢，如果就是聊得多了，可能就会把这种信息给淹没掉，所以呢，我们希望说啊、呃，大家的那种交流都到这个资讯交流这个模块里面来，然后在这里面交流上面的这些信息。那同时也是基于之前跟大家做的一个社区调研，呃，我们把就是细分赛道里面分了这样五个。 一个是游戏相关的，金融相关的，公链相关的，以及跟呃打新相关的，然后还有其他部分。然后呢，这里呢就是会分门别类的去分享一些信息，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这里做分享和交流。而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也有朋友会说，呃，平时看到一些项目，但是呢，希望我们做一些研究。但我们就是。 呃，实话来讲，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多精力，但是呢，大家也可以在这里做反馈，然后呢，我们会呃挑选一些来去看有没有研究的价值，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做成一个快讯，然后分享给大家。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觉得呃，既然是社区嘛，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就是交流，或者是更多的主题分享。然后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谈天说地的一个栏目啊，然后大家可以在这里交流任何东西，当然是希望不要有那种呃不太正确或者是那种比较敏感的信息啊。然后其他的大家都可以在这里交流。 然后这是我们 Discord 的一个情况，以及这里也有就是相关的一些，就是你如果对呃社群的运营有一些看法，或者想成为我们的志愿者，都可以在这里反馈。然后之前有朋友跟我们反馈过想成为我们的管理员，但是你却并没有留你的 ID，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找你，所以希望这些朋友也能够在这里留下你的信息啊。然后这是我们的 Discord 社群和电报社群，以后呢我们就主要在这里去做运营了。然后微信社群呢会一直是目前来看是一个禁言的状态。 呃，然后这是呃我们那个社群的一个情况。那同时呢，这个链接里面我们已经把以前所有的文章都更新进去了，比如像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讲的这个 Mirror 的这篇文章，然后也已经更新进去了。然后包括我们之前的可能一些呃 d e f i 内容，那都在这里了。这里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呃一个库吧，然后大家可以在这里去呃查看我们以往所有的内容以及视频，都会在这个地方有链接。 然后，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你在这里去找你想啊、呃、看的一些内容啊、呃。然后也欢迎你到我们社群里面跟我们大家一起交流。好，然后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然后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内容呢是 Mirror。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其实区块链它应该不算一种新技术，它其实是对一种呃一系列老技术的一种新的组合。那这种组合呢，也催生了一种就是去中心化的这种思想。那我们认为是可能。 呃，一个项目的周期或者你的生命会终结，但这种思想却会一直繁衍下去的。也正是因为有这种思想的启发，所以其实，呃，我们现在很多区块链行业里面的这种应用都是去中心化的，对吧？然后呢，同时这种应用也在慢慢的改变着传统行业的一些东西。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Mirror 这个项目呢，它不是那个 Terra 生态里里面的一个 Mirror，是另一个 Mirror，Mirror X Y Z。然后呢，它也可能正是一款就是可能会影响传统的内容创作领域的一种去中心化的应用。 然后这个就是 Mirror 啊，然后这是它官网。那我们会从两个角度先跟大家整体介绍一下 Mirror。首先第一个呢，就是 Mirror 呢，它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这个交流模式。那核心来讲就是说，它期望啊、呃，大家可以在这里能够看到啊，就是说啊、呃，它期望用一种就是去中心化的协作方式，去重塑我们传统的这种表达和分享的方式，同时呢，将我们这种表达和分享的内容赋予一种经济价值。 那团队他自己的人说呢，他们是一些呃写作者吧，但同时呢，他的意图并不是说只关注写作，而是要去改变整个传统的这种交流的这种信息交流的这种模式。那我们来从就是创作一篇文章开始来看他具体是怎么做的。那整体来讲呢，其实是啊、呃，他将你创作的内容上链了，然后呢，并把这个呃链上内容与你的个人地址做了连接。 那啊、呃，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已经注册好了。然后呢，在这个位置就是 dashboard 呢，你能看到就是我们在创作之前需要连接到自己的钱包，然后呢，你就会有一个自己的地址。然后之后呢，你可以填自己的一些呃信息。这是它的第一步啊，就是你要做一个连接。那第二步呢，就是在你呃发布完一个作品之后，啊，这是我们就是之前写的一篇文章，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呃，这个是我们写的一篇文章。然后呢，在你发布完这篇文章之后呢？ 呃，稍等，我拉到最后。你能看到，在这里呢，你会有一个去中心化的存储地址，它目前的内容都是存储在 AR 上面的，然后你能够看到你在呃 AR 上存储的一个情况。啊、呃，稍等，可能稍微有点慢，我们待会儿回来再看。然后呢，另外一个是你能看到就是自己的一个以太坊的一个地址，然后呢，你也能够直接在以太坊的链上去看到自己的一个情况。然后 AR 地址这个已经加载出来了，就是这样的。然后下面这个呢是摘要。 这个是呃，Mirror 它内容册的核心的一个部分。然后呢，还有一个点是它运营册其实也做的不错。为了让这个社区更健康的发展，呃，我们其实现在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在 Mirror 上做创作的，这个是没有什么限制的。嗯、呃，但是呢，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能创作，每个人都能申请，但是呢，你要真正成为社区的一员，同时呢，就是你要获得，就是有一个域名叫做。 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新点 mirror 点 x y z。你要获得这个东西呢，你是需要就是真正持有，就是呃价值一美金的 white，你才能够那个成为社区预言的，然后呃拥有自己的一个域名。那这里面呢，其实刚才有跟大家讲的，就是它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叫做 white，这个是它的一个治理的一个通证。那它是怎么去呃运营这个东西的呢？就是呃每一个新注册的用户，你都可以拥有零点零一美金价值的 white。 然后呢，呃，White 的价值会对应一个投票权重，那它现在是按照就是乘以一千来的，也就是说呢，你有零点零一个呃美金的 White、right、的话，你是有十个啊、呃、投票权重的。然后呢，当你有一美金的 White、right、的时候，你就正式成为了这个社区的一员，然后可以拥有自己的呃域名这些东西。那也就是说，已有的这些社区的一些成员呢，他是有更高的一个呃社区的一个权重的，投票的一个权重的。然后呢，之后新进入 Mirror 的这种。 真正的社区成员呢，都要通过这样投票的一种模式进行产生。呃，当然我们自己也在做申请啊。然后它应该是在那个一天之后会有新的那个那个 race 出来。然后也希望大家如果届时呃有空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投投一个票。然后呢，我们在呃这篇文章里面，在呃我们最新的 mirror 这篇文章里面，其实有把我们的呃链接给出来。然后也希望大家到时候给我们来投一个票吧。但然这个链接应该会在后天会有一个更新。 然后除了刚才说到的，就是你注册之后呢，会给你零点零一美金 white 作为呃激励之外呢，你还可以参加它的另外一个活动，就是 air drop，这个我就不说它中文了。然后呢，就是它这个是不定期的，就是呢，你可以通过不断的为这个社区去创作一些内容，然后它可能会不定期给你激励一些 white 作为奖励。当然就是数量和那个时间现在目前是不定的，但这个可能是你获得 white 的另外一种方式。然后呢，这个是它运营层面的内容，当然这里只说了写作呀。 然后 Mirror 呢，它除了写作开始呢，其实它还打通了整个创作的领域。呃，如果之前有了解过 Mirror 的同学呢，可能会知道，就是有些文章他会说 Mirror 这个东西呢，它可能呃连接了2.0到3.0这样一个东西。但我们觉得可能 Mirror 它并没有这么强烈的意图啊，至少你从就是我们翻了它很多官方的一些材料，它没有说过要做这样的事情。以及我们也觉得可能它的产品性质来讲也，也也可能没有这么的宏大。 呃，它更多的可能是想从创作领域去入手，然后改变我们整个就是传统的信息交流模式。呃，然后你们可以在这个 dashboard 里面通过这个 guide，然后我已经打开了，嗯、呃，大概在啊、呃、这个位置啊。你打开之后会是这样的，就是你能够看到，就是这是它目前所有的功能一个情况。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这些功能具体是什么。首先这个 editor 呢，就是它会介绍整体的，就是怎么去用，怎么去创作等等，那相当于一个新手引导。 然后呢是这个 NFTs，嗯、呃，当然这里只是做嗯、呃、最核心的一个基础介绍，然后大家对这些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做一些更深入的理解。然后呢，这个 NFTs 呢，就是说，呃，首先你可以在自己创作内容里面去插入你的 NFT 的，那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创作内容变成铸造成一个 NFT。然后呢，第三个部分呢是这个 c r o w d f u n d s 然后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众筹的形式，就是你如果有一个 idea。 那你需要就是，呃，大家一起众筹来去实现。你需要资金的话，你可以在这里直接去众筹。但它可能主要是偏就是内容创作领域的。然后呢，下一个，呃，是这个 auctions。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像一个拍卖，就是呢，你有一个 NFT 呢，你可以设置成拍卖的形式，啊，然后大家去竞标，类似这样。然后呢，这是 auctions。然后还有一个呢是 splits。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呃，在那种就是联合去创作一个东西的时候很实用。 就是呢，当比如说，呃，我们一起来创作一个小说，然后呢，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那这个小说会有一些收益，那你可以添加就是，呃，我们两个或者三个人的地址进来，然后呢，一起去平分这个收益，这是 splits。然后呢，还有一个是 editions，这个呢，其实就是说你可以把，呃，同一个 NFT 啊，你设置成多个数量，然后去卖，像这个，比如说它按零点零五，然后卖了一百个，类似这样的方式，这是词，呃，editions。Ed itions, 然后呢，这儿还有 entry editions。 就是呢，你可以给你的 NFT 设置不同级别，然后呢，不同级别享有不同的一些特殊权利，啊、呃，这是 Entry Editions，最后呢是 Token Race，那这个其实是服务于就是可能每一个创作者他有自己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你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自己去发布一个投票，然后呢让就是你关注你的人啊，在这里面嗯、呃、给你的提案去做投票，然后呢，相当于也是一个社区去驱动的这样一个事情。那以上就是 Mirror 它整体的一个功能情况。 但是呢，其实你作为一个新注册的人，你其实只能用呃 entries，包括里面的 NFTs 和 crowdfunds 这几个功能，其他你目前都是还用不到的。那这就是这个 Mirror 的全部内容。然后从功能上来看，其实你看不到就是更多可能有关金融啊或者社交层面的应用。所以我们才会说，就是团队更多的是在想说，它是从就是创作领域上来讲，去解决整个就是创作领域里面可能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版权呀、啊。 联合创作呀，或者利益分配啊这种事情。当然，你如果是呃更加形象化的去理解的话，你可以把呃 Mirror 理解成是一个去中心化的 Medium，呃加一个个人版的 Open Sea，啊、呃、再加一个创作方向的一个 Kickstarter，然后它是一个看起来像一个综合产物。那 Mirror 呢，其实大家能够感觉到，就是其实它在产品上已经做到了足够多的创新或者说组合了。当然，它也有比较好的一个用户体验，当然它目前也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我们在 创作过程其实发现它也不是那么好用，但同时呢，就是这个团队在呃运营层面也下了很多功夫。然后呢，他也把这种就是整个产品的未来其实交给了社区的成员。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会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说呃这个 Mirror 这个事情呢，可能他是想由整个创作者来去创作 Mirror XYZ 的整个的未来。那我们可以看到是说他在之前就是呃 Write Race 这里面呢，他有说到一个事情，就是呢。 呃，他不知道，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运营机制发布以后呢，未来会成为什么样子，他不知道。那就让这一切去自然的去发生。那怎么发生呢？他其实是把这种权利交给了社区成员。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现在比较火的这种道德的形式再去运转。首先就是从社区质量上来讲的话，就是目前每一个新加入这个社区的这种成员呢，都是需要由呃已有的这些社区人员去投票产生的，然后他们又占了很大权重。 所以从利益相关角度来看呢，其实社区的质量，就是这个道里面这个运营的这些人的质量来看，它是会有一定保证的。那另外从发展的角度看，社区数量来看的话，呃，大家能够在就是这里面从它设置这个嗯、呃、激励机制来看，就是他们也意识到就是现在的他们两个主要的问题啊，一个是奖励就是那种活跃的用户，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想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用户增长出来，这是他们就是目前团队里面的一个重要任务。 那团队他目前用一种就是拉人头的这种呃激烈方式，其实是能够鼓励更多用户加入进来的，然后让他们去完成这样的目标。那然后呢，我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就是呃，在嗯对这个地方，就是呢，在上一周的就是链文的热搜里面啊，Mirror X Y Z 它是空降到了整个热搜的第四，所以能够看到就是说它目前整体的这一套运营机制其实是有一定成效的。 而且确实拉了很多人，有一定热度。那这里面呢，我们能感受到就是创作者是 Mirror，他要去启动的一个核心。那同时呢，就是你成为社区的一员，其实你也是 Mirror 的所有者，同时呢，也是 Mirror 的一个发动机。那未来随着可能创作者的不断去申请和涌入啊，Mirror 可能它在未来会有一个比较爆发式的增长，这它可能就是目前从运营机制来看比较不错一个地方。呃，这是它的未来层面。那另一个就是。 我们想跟大家再聊一聊，就是可能这个产品遇到一些问题。首先就是跟大家讲的，就是有 White 这个东西啊。那首先来讲呢，就是不管是它是用来就是大家做投票，还是说激励这种新注册的用户，其实 Mirror 它整个运营机制的成功都离不开 White 在其中起的这种作用。尤其可能现在最近在做的这个 White Race 这个活动，当然大家可以想一个事情，就是它如果拉新结束了。 然后呢，它未来转移重心，那它如何通过 Write 再去促活，或者是说 Write 现在一直是在激励新用户的，一直免费去发，那是否会有销毁机制？是否它有一个总量限制？以及它整体对于团队来讲，它的分配比例是如何的？那目前来讲，其实我们还看不到更多有关 Write 信息。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可能它就像一个黑盒了，因为你并不知道 Write 背后到底是怎样一种机制，以及未来它会怎么去做。所以这个黑盒未来会成为什么样子，需要我们持续去关注。 它可能是好，它也可能是坏，呃，需要我们持续去了解它，可能外走后面给出一些新的信息吧。这是它可能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觉得可能它从呃产品角度上来讲，它是缺少一个护城河的。呃，我们可能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待的比较久的朋友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不管你是做金融的，你还是做社交的，还是你做游戏的，其实无一例外，你都会每一个产品你都会遇到就是一个模仿者，甚至后面会把你超越、啊。 呃，Mirror XYZ 呢？它目前确实是可以说它吃到第一个螃蟹，但是呢，并不是说它以后会永远独占这整个蛋糕。虽然说它现在已经抢跑了，但是我们觉得它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呃，它看不到就是一个头部资方去支持它。那在这个行业里面，可能大家都有一个感受啊，尤其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有很多就是公链都在搞这种激励计划，你能够感受到就是说一种资本的推动是很快能够助力一个产品和生态的发展的。 但这种东西的推动，可能在 Mirror 上我们目前是看不到的。那它也可能被后来者居上，成为呃后面的一个隐患，这是它可能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当然，就是整体来讲呢，Mirror 它是一个创新的，同时呢，它某些呃功能设置，我们也觉得是呃非常厉害的。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就是它也可能是随时会被超越的。Mirror 的模式呢，它可能促成它的发展，但同时也可能成为它未来的一个窘境。 呃，之前有本书啊，叫做《那个创新者的窘境》，有一句话，就是大概就是说，就是你原始的这种，嗯，好的流程或者价值观呢，会让你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驱动力。但未来呢，就是也许在环境变化的时候，你这种固有的这种机制，或者是说你的价值观，也许会阻碍你的发展。嗯，详细的话就在这里，我们已经贴在这儿了，然后大家可以也自己去理解，或者是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吧。当然，我们想聊的是说呢，Mirr r o 可能未来会遇到窘境，但我们能做呢，就是。 保持一种好奇心，呃，其实我们应该是去体验和感受这种新势力的这种新事物的，但同时呢，我们也要保持着一种警惕性，因为产品会被超越，我们同样可能也会被呃时代抛弃吧。好，然后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于 Mirror 的一个介绍。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有价值，你喜欢的话，欢迎你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啊、呃，同样呢，也欢迎你把我们内容转发给更多你身边的朋友。那我们之前在介绍就是一个。 呃，我们用工具怎么去找到项目的时候呢，有一些资料。那同样呢，我们之后的内容都可以，就是如果转发，就是我们任何的一篇呃内容或者是呃视频呢，到任意的群组或者朋友圈，或者转发我们的一个推特吧。然后呢，我们都会把就是之前的一个资方排名，DeFi 的一个指标，以及呃 How to DeFi 的中文版，然后分享给大家。欢迎你把我们的呃内容转发给更多身边的朋友。 啊，当然，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有更好的看法和建议的话，欢迎你到我们社区里面跟我们来交流。嗯、呃，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一期再见。